在中国，要吃到干锅料理并不是难事。随意走到一条热闹的马路上，或许就能碰到一两家。不过，要吃到好吃的干锅，可就不能光靠运气了。干锅传奇贵州风情餐厅卖的是云贵菜，装修是古典路线，有不少民族风味浓厚的摆设，服务生也都穿了传统服饰，微暗的灯光却又让整体气氛变得颇有时尚情调。干锅牛蛙是招牌菜，里头除了鲜嫩的牛蛙以外，还放了大量蔬菜，辣中带点微微的甜，是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口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的干锅都可以自由选择辣度，相当人性化哦。